北美的生蚝。哇哦！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惬意的咖啡厅，旁边就是爱琴河。哇，我好喜欢这边的咖啡厅哎！这边咖啡厅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因为刚好这边是爱河，就可以边欣赏河景，然后边谈恋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的台版威尼斯之旅已经完成了。这个听说一颗只要5块钱，对，而且是帮你烤好。如果想要吃生蚝的话，又不想要自己烤的话，别人帮你烤，而且一颗才5块钱，这个太佛心价了。其实它的生蚝不小耶。因为呢，有一些海产店他们的生蚝可能营养不良，就是小小只的，这个生蚝蛮健康的。北美的生蚝，我今晚睡觉会做美梦。还有另外一种生蚝，这个是铁板的，这个超级香，因为呢它也是有淋上那个蒜蓉，觉得有点像泰式酱的感觉，这个真的会受不了，你知道它那个香气整个 Oh my god。这个超级开胃的呀，我觉得它那个酱汁其实不会盖过生蚝本身的鲜味。这个摩天轮是迷你的，然后呢，他把蛤蜊所有的精华汤汁啊装在这个盘里面了，又咸又鲜。这一盘是盐烤泰国虾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Q 度刚刚好。